就是都会落后，所以比较乱了、啊。但是这一把，这一把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哦、嗯，三个强队，这一把也有往臭一色靠的感觉啦，看他自己啦。嗯欸、三个强队碰掉的确就差不多了，但是有一个4-4-5万的确会比较，我们的选择上面会比较困，就是不太，但是还有三元的牌型，你觉得他会留三元吧？对啊，三元的话就会舍去掉其他的，哇、哦，已经碰到三对大字哦，直接来哦，这个时候朱大哥的白皮敢不敢先跑就是个问题了、哦。要不要跑啊？该跑啊！放太久的话会就流成仇啊。而且看起来一休哥有要打碰碰胡的感觉。要碰碰胡，小三元碰碰胡，先走没事走啊。哦，还好还没接到，这个再碰出来，这下都肿了。大家都肿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会看到防守的白大哥。不会，真如果是觉得他在做碰碰胡，他那只要打手张就好了，就跟着他打。对呀、啊，就打手张，他就不会没办法碰，没办法碰你手张。好，那因为三大落地的田一休带给这个大家有点恐惧啊。哇，四大落地阿伟天白，果然是要来一个全球听白皮啊，全球听白皮，然后自摸打小三元吗？还是直接摸白皮来听白？南风不理由，可能要再怕条子是不是一休哥还有臭一色的可能呢、啊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3-4-5天白皮天。哇，这白皮谁摸到都不太难打，这个时候就不太能打了。好，哲学听牌，选择中洞还是对倒？中洞打一，选择中洞，但是我觉得这时候我不会打一，因为我会怕田一休碰碰胡、啊。对，碰碰胡，我怕田一休的碰碰胡，所以宁可打中路的。对，18万。对。那6万会跟打。那个直接跟打，跟打，跟打模式。好，白这白皮摸起来，有啊无？白板，被你害死，他到底会？哇，好，朱继煌的东风可以跟着下了，下了吧？朱大哥摸到什么酒饼也是安全的啊、哦。8万、欸，朱这个8万打西风嘛，安全牌先走。因为你要白板呐、啊，白板，我没夹起来，我可以夹起来。白皮啊，那么久不是没有，白皮又是最好摸的牌了。就算打开是4条，可以再杠。哲学都不怕、哦、他们大概设定一休哥听白皮啦，对，应该是，但是白皮应该没有人会打，可是大家也要想，白皮只出一张，他会不会拿一砍、有可能他只出一张，他拿一砍的话你就不会摸到，他没杠4条，你看他忘记了、欸、看一下杠起来是什么，我是白皮、欸、不是白皮就真的吐血。嗯，而且这个一休其实还不止这个臭鱼，这不止这个，还有可能是臭鱼色跟碰碰胡。对，所以这个三种大牌的可能性都有啊。白皮，为什么没有啊？这个太小心嘛，4锁碰断3锁，这是假动作，对不对？这是假动作。哇，恭喜哲学的自摸一个回马枪的听6万，你要去翻白皮在哪里？啊，会不会真的在花那一只？哎、欸，真的在八吨呢、欸啊哦，不是在下面那一只啊。他杠了之后摸起来没自摸的下一只，很可惜啊、哦，没有杠上没有摸，怕一休哥丢牌。好，那这样朱大哥安全的下庄。